它是全球最大的电力公司，经营区域覆盖26个省，覆盖国土面积88%以上，在为中国10亿人口供电的同时，营收量更是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500强企业中排名第二的存在。它就是国家电网。对此也有不少人会问，既然是国企，背后有国家投资，拥有雄厚的财力作为支柱，企业的规模和影响力当然不小。但在中国，国企可以说遍地都是，能做到国家电网这么牛的，在国内可谓是别无他家。至于原因为何，2021年1月31日，特斯拉甩锅事件在国内传得沸沸扬扬。原因是一位南昌市的特斯拉车主涂先生称，自己买了一辆 Model 3，仅仅开了6天，在第二次充电的时候突然断电，无法启动，就连窗户也关不上，只能用纸壳作为遮挡。对此，特斯拉售后负责人表示，因为国家电网电流太大，会导致电流瞬间过载，从而断电。托特斯拉的福，一贯不常在科技圈露脸的国家电网，这回也是赚足了吃瓜群众的眼球。面对特斯拉强行碰瓷国家电网行为，国网一不做二不休，直接与其硬刚，并有理有据地做出了回应，称特斯拉自用充电站有其特有的充电技术标准，特斯拉电动车是与特斯拉专用充电装置直接连接并使用的，而非由电源线路连接特斯拉电动车，再使用中电源线路，电压稳定无异常，周边其他用电设备也都正常工作，符合国家规定的电源质量要求。最后还不忘提醒特斯拉，应该请专业人士认真找出车辆充电故障的原因，并对特斯拉不符合实际的言论，对公司造成的不良影响保留追究责任以及权利。面对如此甩锅被秒打脸的行为，特斯拉也在第一时间站出来道歉，事情也因此告一段落。在众多吃瓜群众对特斯拉的质量担心之余，国家电网的神秘面纱也被一层一层的剥开。国家电网公司俗称国网，成立于2002年12月29日，是经过国务院同意进行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和国家控股公司的试点单位，注册资金为2000亿人民币，公司员工数量如今已经超过了186万人，其体量之庞大更是无人能及。很多人都以为国家电网是专门服务中国的电网公司，其实不然，这家公司还是菲律宾、巴西、葡萄牙、希腊以及新加坡和意大利的国家电网。之所以能有这么厉害，正是因为国家电网拥有2项领先世界的过硬技术。世界上最牛的输电技术有2种，一个是特高压输电技术，一个是柔性直流输电技术，而这2项技术国家电网都独步成泥，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的电力企业。众所周知，30年前的中国以北京为标准的话，一户人家的每月供电量还不及现在一台家用空调的功率，即使是这样的电力需求，那个时候的北京都无法满足，因此供电不足也成了中国人民心中的一道坎。如果不能解决全国电力问题，那么就势必会制约整个社会的经济建设，阻碍改革开放的进程。如今34年过去，中国人口接近14亿，而电网的全国覆盖率已经高达99.03%，中国全社会用电量68449亿千瓦时，全国全口净发电量69940亿千瓦时，远远超出了整个社会的用电需求，而这一切都要得益于特高压输电技术。我国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成功掌握并实际应用这一项尖端技术的国家，在工程师们的日夜钻研之下，不但全面突破了特高压技术，还率先建立了完整的技术标准体系。在这个领域，国家电网主导定制了54项国际标准和7个新技术委员会，其中特高压电路的所有标准更是由中国来控制。这让不少国外专家感叹，全世界的电力系统都要讲中文，因为很多标准都是中国创造出来的。如果有人问你国家电网有多厉害，国外的特高压输电教材用的就是中文，标准定制下来之后，甚至国际讨论电网都要用中文说话，就是这么强。单单就凭这一点，华为、腾讯、阿里都得靠边站。在大力发展自家技术的同时，国家电网也开启了自己征服全世界的脚步，并且所有项目全部盈利。2016年巴西奥运会之所以供电没出任何问题，就是因为有国家电网在背后为其撑腰。除了投资之外，国网的电力人才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也是独占鳌头。目前在北美和欧洲输变电的调度几乎全部是清华电力专业和中国电力口出去的技术人员，以至于平时工作沟通时用的都是汉语而不是英语。
在超高压变电这一方面，中国的电力人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半垄断状态，不惜一切招揽人才，也是国家电网强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光是两院院士，国家电网就找了7个，国家千百万人才工程人才，国家电网就找了25个，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的专家，国家电网就找了145个，这也使得国网能够一次又一次的打破技术壁垒，其发明专利的申请数量更是远远超过其他企业。以特高压换流法为例，以前这玩意儿只有德国西门子和瑞士 ABB 能够生产，后来国网的专家全力攻关，时刻处于高度作战的状态，最终才成功突破了两家公司的垄断。除此之外，国网的建设工人更是吃苦耐劳，不管你是海拔4000米的高山，还是零下20-30度的雪地，电网工人都时刻冒着生命危险加班加点的抢修线路，保证电力可以正常供应。不说通宵抢修的累，更不会说常年在外的苦，其实这也不难想象，作为基建狂魔的中国，在电力领域有着数不完的世界奇迹，而在这些奇迹的背后，正是中国电力慢慢积累出来的经验、技术和资本。正是这样的财富积累，也让国家电网在全世界树立了极高的权威和统治力。对此，屏幕前的你会怎样看呢？请在下方留下你的想法吧。